拿下的第一座是作词人，对吧？肯定你的才华，谢谢。但这个词真不容易耶，这首歌。Yeah, 就是还蛮好玩的啦，写这种东西就是很嘻哈，嗯，然后很宅，其实很宅、啊。其实这本来是为了节目特别写的示范曲。欸，那时候刚刚好遇到大嘻哈时代，是，然后就想说很久没有这样能量释放，就想要就炸一下电脑前面这样一直写到天亮这样。从几点开始写？忘记了，就狂写啊，狂写。毕竟第一次拿嘛，蛮爽的、啊。还蛮爽的。对啊，帅到啊！刚刚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当下我就觉得哦，你们在那边，因为我是评审啊，那、我走进去的时候，大家都不讲话。一定啊，因为要那个啊，對啊要铁青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、对啊，谢谢他们肯定啊，谢谢他们的肯定。對啊